这个发又怎么理呀？如果眉头叫涂老亮，我整亮点儿。咋的呀？是要上哈尔滨呢？几个小时？4个点。眯了一觉，时间就到了。 明天早上9点，9点出车啊。9点能行吗？你咋不得提前俩小时啊？你当然不堵车啊？啊，行。刘哥，行，我先回屋了。太晚了，怕堵车，咱8点出啊，8点。哎嘿，好。你说咱妈出殡这么多事儿，咱们能忙过来吗？你想干啥呀？那大哥不回来，咱妈明天不出殡了。你看看你这人，我不是为你好吗？ 到时候大哥不埋怨咱呢，你就是给大哥打个电话能咋的？赶紧干你活得了，磨磨唧唧。啥也不是。弟弟，给。 我回来看你来了。谁呀？我。来了。哎，杨哥来了，快进来。杨哥来了。哎呀，不用换拖鞋。 不用，杨哥，进来坐，杨哥。杨哥坐。我过来看看，老妈事忙的怎么样了？哎，杨哥，
让你亲自跑一趟。小友，这你拿着。哎，杨哥，这咱俩你还歪叨啥呀？小友，这事儿你自己忙活行吗？那咋整啊？这老妈去世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哥知道了吗？啊，杨哥，他一直也没跟我们联系。明天如果你哥回来的话，让他注意点。哎，妈，我上厕所。你哥要是回来，让他务必来找我。哎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杨哥，他放心吧。那行，你们先忙着，我走了。待会儿吧，杨哥。你看你这着啥急呀？坐这一会儿。明天几点出啊？明天上午10点。我送送你吧，杨哥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你们忙你们的。杨哥，那你慢点啊。行行，走远了，你赶紧回来得了。大哥，你这头发咋整的啊？那明天发送咋办呢？哥，回来能待几天？把咱们妈送走了，后天就回去。钱你拿着。啊，哥，不用。大哥，你钱都够了，家里有。哎呀，不用。你别给我撕吧。明天我去不了。你替我好好送咱妈。哎，不去不去吧。我明天接你回去住我呢。不用。哥，明天回去住两天，去看看豆豆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啊，爸，您坐。回来了。你手里包着箱什么？螃蟹。我们单位老刘给的。豆豆，不是一直要找姥爷吗？这不姥爷在呢，怎么不找姥爷玩呢？找姥爷玩去。找姥爷玩去。去，就知道玩游戏。你让他玩吧。爸，回来就别走了，你就跟豆豆在那屋住吧。哎，我明天后半夜的车票都买好了，不住了。爸，别走了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他们能把你咋的？我去个厕所。看看玩的好不好？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说那么多干嘛？不是王丽，你啥意思？这是你亲爸，60好几了，一个人在外地出点啥子咋整？螃蟹。这螃蟹怎么出来了？
哎呀，要出来了，爸，小心小心，夹手。票都买好了，我明天就回去。你就跟豆豆在那屋住呗。不过了，回去。爸，给你盛饭。喂，现在吗？好好好，我马上过去啊。爸，那个，我们俩先过去吧。你别吃了，快点送我去医院。哎，好嘞，哎。爸，那我俩先走了。嗯。孩子不行，中午回来。哎，豆豆，没有，豆豆我管。陪老子，你俩走吧。哎，好，你俩走吧。陪老子家吃饭啊。哎。螃蟹死了。啊，来吃螃蟹。来，我想要螃蟹。你啥玩意儿？这玩意儿可不好养啊。来，快喝粥，吃吃饭啊。咋的了？你真想要？这熊孩子，你看，来吃吧，先吃吧，喝粥。使用社交媒体稳住的视频。哎，别往那边跑！克里夫兰市枪杀一名路人的全过程，并发帖声称自己已经杀害了十多人，而且还将继续传其他枪杀对象。相关视频迅速被转载，来快！美国警方随后对公司发布了全国范围。老爷陪你出去买螃蟹去。克里夫兰警察局已确认，遭到斯蒂芬斯杀害的只有74岁的非洲裔老人罗伯特·罗德尼斯，且被杀害。我给你带的螃蟹吃了没啊？吃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轻一点。我知道。哎呦，哎呦，来，开门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小心点。哎呀，哎呀。豆豆，你咋来了？我姥爷那边来的。哎，对，哎，同志，那个李岩在吗？我来取一下钥匙。我知道钥匙在哪儿。大爷，你先坐，我给您倒杯水。哎，行。哎。哎呀，你怎么讨人厌，烦死了。爸爸，我来了。你为什么要打我爸爸？豆豆，别瞎说。豆豆，你跟谁来的？老爷。哎呀妈呀，爸，你咋来了？哎，快，放这儿。爸，你咋来了？啊，这个豆豆他想养螃蟹，我带他去买螃蟹了。这没家里钥匙，想上你那儿取下钥匙。爸，给。严哥，这被单晾不干呀！你用吹风筒吹。哎，爸，那我们走了。爸，那我送你。不，你忙你的。来，豆豆，跟老爷走。
老董，电话啊，在门口等会儿，老爷到了。姐，刚才咋回事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没事，等放心，老爷，在咱这等。哎，李岩，别多想。李岩，哎，爸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孩子喜欢那螃蟹，搁这嘎达吧。哎呀，外面太热。哎呀，别着急啊，咱俩好好聊聊。哎，对，你的羽绒服。哎呀，去你妈的！你妈的，听我说，过来！爸，你听我说，你别，爸，你别，爸，你听我说，爸，你跟你没关系，走开，没你们什么事儿。爸，你听我说，爸，你听我说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我为啥打你？知不知道我为啥？你知不知道我为啥打你啊？爸，我错了，找死！爸，爸，你咋了？爸，爸，爸，你咋了？爸，爸。110，宾馆打架了，头破血流，赶紧来！爸，爸，爸，你咋了？爸，叫救护车！爸，爸，哥，你说你得这么大病，你咋不早点告诉我呢？你告你干啥呀？跟着着急上火，咱有啥用？王丽丽，你要能跟李岩过呢，你就过；你要过不了，你趁早拉倒啊！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怎么跟你爸说话？小友，哎呀，你快给我办出院！哎呀，哥，行了。你干啥？你做什么？我做啥呀？我做。哎，癌症在医院里死得快，回大连还多活两天。行了，哥。哥。丽丽，爸，老叔，别来了，我给你们洗水果去。哪位是王明家属？请出来一下。99年禁赌，你父亲开地下赌场，畏罪潜逃。考虑他病情原因，你们还是先签字吧。回去后让他好好养病，我们会紧密和你们联系。那先这样，我先走了。那行，那我送送你。嗯，行。丽丽，这两张卡的钱够我爸治病的，你拿去用吧。实在要是不行的话，我就把李岩兑了。你放心吧。妈妈，那只螃蟹断了腿，为什么还能活呀？豆豆，你想不想姥爷啊？想呀，想。这样了，还能给李岩打了一脑袋包。这小王八羔子，那要搁几年前，我能把他活劈了。别扯了，快睡吧。丽丽，我有个事儿求你。这些年
净麻烦你老叔。李岩跟我说了，这些年你欠的钱呀，他想办法还，实在不行啊，就把那旅店给兑了。不想自首，哥，这你弟妹给你熬的小米粥，喝点啊。我啥也吃不进去，喝的全吐出来。哥，你也别上火，慢慢养着，剩下的事以后再说，啊。哎，对了。小杨，啊，我昨天晚上梦见咱妈了，就在这屋里头，不是上岁数那样，哎呀，穿的干干净净、利利索索的，我们娘俩在一起吃饺子，挺好的。嗯，还有。不想再连连丽丽了，不想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哥，自首这事儿，你再好好想一想吧。啊，丽丽，我要是死了。等把我烧完了以后，你就顺风把我给扬了吧，别给你们大伙儿添麻烦。你好好活着。警察同志，我知道你们在找我。我现在身体好了，我可以跟你们一起走。